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接下来请收看晚课。放一字句，
是阿弥陀佛，与诸神。
是便是方，一切有情。
Oh.
十
只
悉陀耶娑婆，悉陀喻意识婆，那耶娑婆。
佛陀智慧广，护持生命大道场，滋润心灵生命力，成就菩提清净心。各位菩萨，佛告诉我们要一心念佛。什么叫一心念佛？好好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不当跳去别台。因为生命台告诉我们的是佛的心、慈悲心，保护所有的生命，智慧的心，就像莲花一样的圆满清净。所以愿各位多弘扬生命电视大道场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。阿弥陀佛。话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